材料清单：黄瓜两根，炸花生米若干，老干妈一大勺，酱油二大勺，陈醋六大勺，糖适量，香油适量，蒜若干，拍好黄瓜切成小段，炸花生米去皮拍碎，蒜切碎，少量油爆香，准备一个保鲜盒有盖的，加入爆香的蒜油液一起盛出来，一大勺老干妈，二大勺酱油，六大勺陈醋，加入炸花生碎，适量糖，加入拍好的黄瓜，盖上盖子，使劲而摇，加入适量的香油，拌一下。小贴士一，此方加入香菜会更棒，可是我忘了买，二口味重的亲们可以多加蒜和老干妈。三，喜欢辣的亲们可以加一些新鲜的小辣椒。四，此方老干妈和炸花生碎是秘诀，必不可少的，花生碎可以多加，越多越香。